新竹实践庄敬自强大会由国民党新竹县党部主任委员陈志坚、县长刘谢勋、议长蓝荣祥共同主持，参加的有各界代表1000多人。今天在会中，除了宣读总统训词以及严副总统对当前外交情势报告跟决议文以外，并且讨论通过实践庄敬自强共同行动的方案草案，议会人员也一致通过恭喜蒋总统竞选连任，继续领导全国居民完成反攻复国的大业。